鸡冠油，呼声好高啊！咱们就来一期吧。这个辣乎点好吃，就是你看今天这个皮每天的要辣乎，但它到嘴里头特别好嚼，不像原先那个就是崩牙，这个就特别好吃，多炖一会儿。今天这个超级香，巨好吃，真的。我看看，没太够，拜拜。大肘子，饭前一粒白芸豆，哇，这大肘子，